有人说灵魂的重量是21克，这个数字最早出现的地方是1907年4月，美国医学杂志上一位叫邓肯的医生发表的论文中。他通过对临死病人进行体重检测，发现人在死亡时体重会减轻21克，灵魂的重量由此诞生。事实上，为了验证人死后是否会有灵魂，全世界的科学家们都一直在努力。曾有科学家提出过超自然电子噪声现象，它是指在收音机的白噪声中，或者在充满雪花的电视里，也许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声音或画面，而这些就是已经去世的人通过电子设备上产生的静电干扰来传递信息。目前全球已有40多个组织在研究所谓的超自然电子噪声现象，试图通过它来证明灵魂的存在。当然，从现在已有的试验结果来看，大部分的科学家还是认为灵魂并不是客观存在的，那些濒死体验和灵异现象都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比如灵魂出窍其实是视觉落差造成的脑部错误判断，而所谓的人的灵魂是由大脑的特定细胞产生的，一旦人死掉，没有神经元的相互活动和产生并传递的神经递质，意识和灵魂就没有了。不过这些说法并不能阻止人们对灵魂的探索，也有一部分科学家并不十分认同以上观点。据悉，欧美国家有25个团队正打算开展一项针对有濒死体验的病人的研究，这些团队将分析他们的脑部活动，找到灵魂出窍的可能性。